一楼，下去。看到一个，我这一个，我这个谁？看一楼了，还有一个一楼左边。刚是谁换子弹的？ 后门。妈呀，兄弟！哎，咋了？忽然掉。 阳台还倒了一个，哟，给他弄急眼了。哎呀，带不带？你有没有装的两个那个圈儿？啊？你小时候没骑过单车吗 ？OK， 补个人头，舒服。 小时候骑单车打了一枪，你真他妈男人出事儿，帅不帅？你这个傻村兄弟服了。牙子裤是不是有人？有。别补我，我十级牌子，别补我。真的假的？我擦地第十级牌子。 什么情况，彩彩？完了，傻逼！